今天是你和我们永别的第三年。这三年来，为了找出你的死亡真相，我们经历了所有人都痛彻心扉的验尸庭、开棺验尸。我们走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程序，我们苦等，最后等到了一份没有告诉我们完整真相的报告。报告的结论方面无耻，他们说你是被逼自杀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没有逻辑的结论。我们都记得，在你被反贪委员会官员带走前，你正忙着张罗婚事。我已经答应出席你的婚礼，你的朋友们摩拳擦掌，准备当你迎娶新娘最重要的兄弟团。大家都在为了你即将步入人生下一个阶段雀跃不已。我们怎么知道历史跟我们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，一个令所有人难过神伤的玩笑。我无法想象在你生命临终前几个小时所面对的心理与生理的折磨，那是所有人生命里难以承受的伤痛。在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无法及时出现，你独自承担了一切。你的生命旅程在不应该结束的时候戛然而止。当初你可以选择，你有选择，你可以不顾一切配合反贪会的诡计。这么做尽管可能让刚刚冒出新芽的民主契机于绝境，但是你却可以挽救自己的生命。可是你并没有陷任何人于不义，你用自己的血肉灌溉马来西亚民主与自由。因为你的牺牲，雪兰莪州政府没有遭到政敌的邪恶颠覆，我们今天才可以享受良好治理的果实。但是你的家人、你的太太、你的小孩以及所有的朋友却因此永远失去了你。民福，我们不会忘记你的牺牲，更不会忘记你曾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回忆。能够你与你一起共事是我的福气，我感激你的付出，更怀念曾经与你一起走在民主斗争路上时的时光。民福，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，直到真相水落石出，直到正义得以彰显，直到这个国家社会还你公道。民福，我们承诺你的牺牲绝对不会白费，我们会努力建设一个我们理想的国度，一个所有人都不再需要惧怕遭到迫害无故失去生命的国家，一个可以令所有人骄傲的国家，一个让尔家以及所有小孩快乐成长的国家。民福，请让我带所有渴望民主的马来西亚人在此向你郑重说一声谢谢。灵魂的灵魂，你来看守。